双节终结，这个终结必须顺着这个对方劲儿进，对吧？哎，是不是上半身，包括胳膊，包括什么，就负责化解、改变方向？但打击的话，主要是靠体重。哎，尤其是双节，嗯，如果双节这就是顶劲儿，这是顶劲儿，所以是全在双节的转换，是吧？全在双节的转换，对对对，才能你看双节一般。对，一翻就上，你看正好管住。正好管。如果刚管住这个烧结，你看你如果松沉圆活，我刚管住你烧结了，对。所以说这些东西啊，一定得，你看往外，如果好多人，你往外拧，你看往外拧，你看烧结中间，这个中间必须顺着这个对方劲儿进，对吧？哎，你哎这，这啪就上去，哎，哎这直接就上。对，潘老师，我们想向你学习太极拳，应该怎么学呢？我们有一个讨论社区，我定期在里边分享，加屏幕下方的微信呢，进入我们的研讨社区。所以说好多力量呢，你必须得化解开对方的劲儿，是一定要不顶，不顶，明白？所以说哎，一定要做到不顶，这些呢都是在脚底下上来的，有腰，行于手指，